花经理，有什么事？这不二期完工了吗？想让经理来介绍一下三期的工程。帮你问一下吧。哎，好嘞，辛苦经理哈。啊，咱们项目部还有什么事没报出去啊？哦，拿笔记一下哈。三栋啊，三栋，五栋，还有八栋啊，八栋。14栋、15栋是吧？哎呀，这面积还真不小哈、啊。那什么，我等一下回复你啊。哎，经理，这工程不工程的不重要，主要这蜂蜜好啊。这女人吃了美容养颜，要不50万转给我吧？这不是50万的事，主要是这些蜂蜜都是老家寄过来的。经理，你就冷痛割爱了，要不70万？我看你就实实在在的人。给你了，那这工程，这还用说吗？那不是一句话的事。谢谢经理哈，经理你就是我的贵人了。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。